听说宣华宫的狄贵妃没喝到莲子粥，怕是皇上……原来如此啊！对了，我听说宣华宫的狄贵妃就没喝莲子粥，看来也不是所有的嫔妃都有份喝的。所以啊，凡是送到粥的贵人或是才人，都是苏曼和御厨的对象。我也在其中。既然被人推下水，就只能拼了命地向前冲，否则将会万劫不复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啊？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住怡雨阁的那些人。他们目睹了整个事件，再周密的计算也会有蛛丝马迹可循。我们只要静观其变就可以。行了，你快去把封印收起来，我们还有好多事儿要做呢。小桃红，阁主来了，还是你亲自交给他。跟我来，手下已将小桃红带到。小桃红参见阁主，这是主子要奴婢交给阁主的自荐，事关重大，请阁主过目。碧间流花似有情，轩堂真影受鸳鸣。中秋自古月华好，独开怀抱向清风。皇都喜见天与晴，上林迟日复春风。离归莫问年华事，宫有龙渊动阳明。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事吗？没，有，还有，主子让我告诉您，许碧轩中了落雁杀，咽气之前被人掳出宫外。很好，小桃红，带话给你主子，宫外之事叫他放心。你回吧。阁主，是不是宫内传来好消息了？自己看。对于他亲自栽培出来的四大护法，厉傲宇有着特殊的感情。在这个世上，他不相信亲情，不相信爱情，不相信友情。要说唯一值得他信得过的，那就是青龙、白虎他们几个对他的忠诚。阁主，许碧轩中毒，皇上离宫，看来咱们的机会到了。哼，没错，冷傲天还真是个多情的种子，为了一个女人竟然出宫。哼，这样的男人如何配做大蜀国的帝王？这是个绝好的机会，冷傲天必须死。不过新妃的藏头诗中说许碧轩中了落雁杀，此事奇毒，按道理他应该早就死了，怎么还会有人掳走一具尸体？而且冷傲天应该不会为了一具死尸而离宫吧？或许他离宫另有目的。你没听小桃红说吗？许碧轩并没有咽气，我想掳走他的人定然是想救他，若是害他，根本不需要多此一举。想着世上若有一人能解落雁杀，那会是谁？神医洛锦夜。不错，如果我猜的没错，许碧轩十有八九是被人送到了神医小筑。只要我们能抓到许碧轩，相信我们不找冷傲天，他也会来找我。